上去。丢了，把我石头丢了。走开！把我石头丢了，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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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影响行动。你再拉我都在朝阳啊！不要逼我！不要逼我了，我只有一块钱。我们最后本着就维持不下去，那个孩子。我们生活规则吃下来，我要他退休了，那我还就是一旁的生活。那赶紧去吃吧，我们知道不让。谁来的呀？他收饭。你吃了呀？你想找我吧？打我！我不想打，咱这不是谁的？哎，让人打了。那边环境就比较严了，那真的冷，真的真不好的时候。怎么了？他咋就变了？他变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嘛，你们他已经愿意来了，还是愿意来了。今天改制了，你们改制好了，那你们就改制好了，你们要开哪个休闲处？下谁了那天？谁到哪里？全家的。我想走了。如果你们要动工了，我不改制后退休。退休当然让。哪是退休？哪是退休？打了。我看到了。哪是退休？招了，天天报就干那个。大人先生，我们没有啥子事啊，我们是执法们是要现他们来，我就说把那个他们手指没收的收掉，你们不收了然后再挖，你们收的不收，鼓捣去挖了，给手指找人就挖了打的了，把人家手指打了，人家吃啥子？